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在这里见面。我们继续来默想《哥林多后书》的经文。那么，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其实，在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发生了完全的翻转和改变。我们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老我了，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虽然我们有时候可能看我们自己的时候，觉得啊，我怎么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但是圣经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从内而外的那个更新的重新创造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真的祝愿在今天我们也能够经历一个新造的生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给新造的人赐下和好的职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里面说到保罗说主是可畏的，这里面所说的可畏不是说害怕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真的知道神是蛮有能力有权柄的那样一位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他面前交账的。然后呢说到十二节里面说不是在举荐自己，乃是什么对那些凭着外貌而不凭着内心夸口的人可以反驳他们的意思。这些人指的是谁呢？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了解到当时有一些从犹太教来的一些假教师就诽谤保罗，就认为保罗是没有资格的，他不是使徒，他说话没有什么权柄所以呢保罗说这些人他们是凭着什么？凭着外貌在夸口，而不是凭着内心在夸口。
十六节里面说到类似的，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从前凭过外貌认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啊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没有认出耶稣是弥赛亚，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凭着耶稣的外貌来认他。每个人对基督、对弥赛亚呢，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位。他们觉得弥赛亚应该是很帅气的很有能力的很强壮的一个政治性的或者军事上的一个弥赛亚，会给以色列国家带来复兴、带来强盛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反而是卑微的，外貌是非常的普通的，并且呢是一个贫穷的，没有什么学历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真正凭着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认出他是弥赛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太过于注重外表来看人了呢？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注重以外表来看人的。这个外表并不只是说人的长相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人的长相，他长得漂亮不漂亮他的身高多少，他的对女孩子来说体重多少会关心这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也会关心这个人的学历高不高，他有没有钱，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或者他哪个学校毕业等等。我们这些都是在关注人的外表。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当凭着外貌来夸口，我们应当凭着我们内心来夸口。我们什么时候会想过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呢？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真的一个信实的人？我们会不会关注于一个人的内心？当我们在选择和什么人交往，或者我们在选择结婚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是以这个属世的标准，一个世上人的标准，以身高体重他有多少钱，还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善良正直爱主，以这样的标准，以内心的标准来判断呢？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对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以什么来夸口？夸口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外表，还是夸口我们的内心真的是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来呢？弟兄姐妹们，真的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不再以外貌来夸口，而是以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像主而为喜乐和满足。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13节的经文。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14节里面说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更准确的一个意思呢，是基督的爱他推着我们，他在推动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有基督的爱在催促着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在推动着我们呢？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去服侍人，去分享，去爱别人，去牺牲，去奉献。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一股强大的一股推动的力量？我们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不断的在催促我们，在激励着我们。所以基督徒的善行啊，并不是为了去满足律法，并不是为了做一些善事要得神的喜悦，而是因着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那么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的这个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说的要完成神所交给我们的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呢，就是和好的职分。第17节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在原文当中有一个词啊，没有被翻译出来，就是叫有一个词叫做"看哪"啊。这个词在哪里呢？在"旧事已过"后面，"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里面保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叹，说："你看，过去的老我已经过去了，看哪，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对着镜子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感叹，说："看哪，这个人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看呐，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里面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而是为了主而活的。我们为主而活，具体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第十八节里面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先主动的与我们和好，难道不是吗？是我们得罪了神，远离了神。我们不是自己去找神，而是神先来找我们。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的就是劝我们与神和好。并且，耶稣基督是怎么完成这个使命的呢？他将自己生命倾倒出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如此呢，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如今，这个和好的职分已经交托给了我们了，弟兄姐妹们。在你的手里面，也在我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责任，一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保罗甚至用了"求你们啊，求你们"这样的词，与神和好吧。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应当带着这样的迫切的心，将周围的人，那些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劝他们，求他们与神和好。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像耶稣那样所做。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将自己的生命献出来，能够为这些人牺牲，来告诉他们，神就是这样爱你们的，所以你们也与神和好吧。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人与人能够和好。这个世界是一个分离的世界，是一个互相憎恨、一个彼此独立的世界。但是我们的责任却是做基督的大使，做神的大使，劝人与神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能够与你和好。主啊，我在你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如今也承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就是劝人与你和好。我真的为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祷告，主啊，我也愿意牺牲自己、奉献自己，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使他们也能够认识你、与主和好。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